days are cold without the warmth you provide me when I hold you in my arms. It feels so long ago when you were there. I think a teardrop just fell down. I really wanna come to see ya. I really, really wish I could. Maybe in a couple weeks. It's only a couple weeks. But even if I get to, it's 14 days I gotta get so through. Many days, baby. And I'm really, really missing you. And I miss this space. I'm missing you. And I don't know how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Stay strong for us too. I'm a man, it's a job that I gotta do. So I go outside and I fake a smile. But if they only knew just how many miles were between us.6:30到韩国时候啊，现在当地时间的傍晚6:50，你要登机。可是你先去找一下登机门在哪。是不是很好通知？改时间？那你去了登机门，赶快跟他确认他有没有帮你确认航班之类的。然后这个是第三段原本的行程，这个都是你原本的行程。那如果他有时间有更改，你去了登机门之后，他会再跟你确认。那就到目的地，后面等他做过安检再离开哦。谢谢。Too far away, we can turn all our dreams into memories. It's not gonna be like this forever, right? Baby, we'll have that home, spiral stairs, all that we shared, so many nights over the phone. I really wanna come to see you, baby, you know I do. Maybe in a couple weeks, I'll try. It's only a couple weeks, can't promise. Still too long to be away from you. Hello， 现在已经到韩国了，然后我现在在登机门要等转机。然后，距离我上一次出国是2019年11月去泰国，我男朋友那时候也有跟我去，然后他是2020年1月回美国。后来过不久疫情就爆发了，所以我们也差不多3年没有见面。然后我是8月底订的机票。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宣布开放边境，所以我就想说干脆我先飞去美国找他好了。结果过没有几个礼拜，台湾就宣布美国的观光客可以免签入境。我一开始查机票是看长荣来回要5万多，后来想到我的那个信用卡里程还够换一张拉斯维加斯到台北单程，所以我就用87500里换到我的回程的机票。然后我查了长荣的单程还是要3万多，后来我就用 Skyscanner 查了这张机票，单程17000多含税，只是飞比较久一点，但是因为我没有赶时间，所以还是订了这张机票。这张票是先搭韩亚到首尔，然后再搭加航到多伦多，再从多伦多一样搭加航到拉斯维加斯，会飞3段，然后转机2次，总共时间会超过24小时。原本是24小时23分，但是因为从首尔到多伦多这一段，早上他有寄简讯来通知我有延误，所以我想说我的多伦多到拉斯维加斯那一段应该是赶不上。再来讲一下签证的部分，从台湾出发到韩国的航班，然后转机时间在24小时内的单纯转机的话，就不需要转机签证。然后因为这次会在加拿大转机，虽然用台湾护照，转机跟入境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免签，但还是需要事先上网申请预先入境检查的电子签证。美国的是 ESTA， 加拿大的是 ETA。
ESTA 和 ETA 申请后，有效期限内都不用再申请，可以用同一组旅行证号码进入美国和加拿大。ESTA 有效期限是2年 ，ETA 是5年。再来 ，ESTA 现在的申请费用是$21 ，ETA 的话是7块加币。还有韩国和加拿大从10月开始都已经完全解除关于 COVID-19 的相关限制，入境都不需要 PCR 阴性证明，也不需要入境隔离哦。接下来行李的部分，因为是一本票，然后韩亚和加航都是星空联盟的，所以行李可以帮我直挂，等于说我2次转机都不需要再重新 check in 行李，直接到拉斯维加斯再领行李就可以了。最后再补充一下，以我自己来说，事先考虑长荣，再来是星空联盟成员的航班，所以不同条件可能你能找到更便宜的机票，例如从外站出发的机票就会比较便宜，但是订票程序相对就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还是用最直觉的方式订票。但你如果想要了解外站出发的机票，或是喜欢旅行的朋友，可以参考这里胡说的 podcast， 每一集都超精彩实用的哦，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里。前面有讲到我韩国到加拿大的那一段飞机有延误，所以我的转机时间等于剩不到1个小时，一下飞机我就狂奔，来不及拍，所以我现在就讲一下我的那个流程。我原本应该是傍晚的6:40要到加拿大，但是因为刚刚有讲韩国到加拿大的那一段飞机延误，等于我到加拿大的时候已经是7:25，可是我的那个下一段飞机从加拿大到美国是8:30就要起飞，所以我整个就很赶。我一下飞机就跟着那个 transfer 的那个指示牌的方向走，然后我一路上都用跑的超长，因为我超怕赶不上飞机的。第一个你会先过安检的电脑啊、手机、平板都要拿出来，然后鞋子也是要脱掉检查。接下来你会到一个地方，然后要先使用 kiosk 扫描你的登机证，然后他会问你是不是一个人旅行啊，然后是不是有几件托运行李等。你就回答完问题之后，然后就可以走进去一个地方，会有椅子，然后还有电视萤幕，然后你就要等几分钟，等到你看到你的那个姓名缩写还有航班号码显示在电视萤幕上，就代表你可以走了。它主要是要确定你那个转机行李有跟上你到美国去。接下来就是会到移民关，其实去之前的时候有点紧张，想说因为一个女生，然后说要去找男朋友，然后又到了拉斯维加斯，会不会被为难之类的，但其实也没有怎么样。我一到就把我的那个机票行程单啊，然后我的 ESTA、ETA 小黄卡，还有我新旧护照全部都摆出来给他，然后他就问我说 What brings you here today? 我就说我要转机去拉斯维加斯，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in Las Vegas?我说我是来旅游，然后跟我男朋友见面，然后他就说 When's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说我是2016的时候来这里打工度假。接着他就说 How did you meet your boyfriend? 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在那个华盛顿州的那个 Mount Rainier 国家公园打工度假认识的。然后他就说 So you have never come hereTo see him again. 然后我就说没有，但是他有到台湾来看我2次。他说 How long do you plan on staying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说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他就说 Have you confirmed your return tickets? 我就拿那个我的机票回程机票的那个给他看。然后他就说 What's your job?
我就跟他说blah blah blah 这样，他就要就说 why did you show me this， 他就问我说为什么给他看那个我的旧护照，我说因为我出国前刚换了一个新护照，因为我旧护照快过期了，所以换了一个全新的护照，我说因为我怕你会觉得这是空白护照，所以我就带了我旧的来，怕你要检查这样。然后他最后就说you can go now，就这样，然后就过了。后来我就把所有东西都收一收，之后又开始狂奔到登机门。我也没时间看到底几点了。后来到登机门的时候，看时间才7:30左右。然后原本登机时间是7:50，可是等到时间到了也还不能登机，因为地勤说飞机上有什么怪味道，所以就又在延误。后来一直到大概10:00左右，我们才出发。飞机经过这里很长。因为离机场蛮近，所以很常会有飞机经过。然后，最后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大概是晚上11:30左右。虽然跟原本预计到达的时间晚了大概1小时左右，但是还是很庆幸没有错过飞机，就顺利到这里了。好，以上就是我这次转机的所有的流程。然后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a ha ha.